这是拦垃圾的，这个是悬挂的，这垃圾箱。刚才我调的手动对焦，我说怎么看到有点糊了。这是自动的。对，现在自动的。它还能自动对焦？它应该自动对焦，这个就是现在是自动头。它跟镜头没关系了，是吧？它跟镜头没得蛮大关系，但是手动头，手动镜头肯定手动对焦。嗯。